为什么现在防水堵漏人都在用巨尿柱浆液？巨尿柱浆液具有出色的粘接力和柔韧性，它能够在混凝土结构中形成高强度的封堵体，增加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。大家注意看，这是一款神奇的伸缩缝灌缝材料，相比于传统的灌缝材料，它具有更优秀的粘接力和柔韧性，致密耐久，不开裂不脱落，单组分施工也非常简单，是一款理想的灌溉材料。我不是普通的防水涂料，我叫高分子速干灌防胶，专治裂缝渗漏水难题。第二，我真的很好用，粘结力强，抗裂抗拉伸。第三，我一点都不贵，几十米的裂缝只要两位数。屋顶天沟墙根墙角裂缝漏水，水池鱼池窗户窗台缝隙渗水，通通可以用，趁着暴雨来临之前赶紧带回去修一下吧。炙热的太阳下挥汗如雨的脸颊，熬过了冬和夏，阳光刺过这云霞，漫漫的长夜啊，多少等待和挣扎，梦中的黑骏马向千里之外出发。